你好，今天是中午的10:30，那个新北市政府啊，今天新北市政府在新北市政府的一楼大厅举办了一场文旦柚的记者会，现在市长朱立伦正在记者会中上面致辞文旦柚。来，因为人群众多，小姐，发一份记那个新闻稿来。来，现在是啊，谢谢。现在是市长正在致辞。没关系，没，我知道。我们来十，快20了。新北市市长，文旦柚的礼盒善事的记者会，这个是文旦柚。9月20号当天，按晚例都在巴黎左岸环境中心举行。